这是一个翻车的视频。这牛肉肯定跟之前一样，就是要用清油，清油菜籽码一下。什么叫码一下呢？大家也可以找一找这个词儿。豆粉呢？放多少？本来也多了。豆粉。这是成条蒜苗，不是滚状蒜苗。这是用作水煮牛肉用的。但我最喜欢闻这个清油的味道，不是生肉的味道啊。清油的味道好好闻，就像小时候去农村，然后就可以闻到那个菜籽的味道。你这是油，蓟县豆瓣是川菜的魂，很多菜都会用到。就可以倒入水了。巧克力到这化了。一到两分钟，有两分钟了吧？老被捞出来。你也可以说是夹出来，因为煮就煮老了呀。不是捞出来了。那种饭其实也叫都捞。什么豆包，就你念快一点，不是豆包吗？是豆包，所以说就是莴笋。你一个要煮多久？一到两分钟吧。这个煮了多长时间了？这个煮了半大圈了，煮了半个小时了，就煮成土豆了。有点酱油是吧？然后会有一些剩菜，把牛肉是不是一直在自己在吃，太长了。好，什么环节来着？精髓之处吗？对，这个是我爸爸每天早上六点半起来，腰已经佝偻了，然后每天在那儿这个辣椒，手也粗糙，风霜的脸，看到他的背影。辣不辣？够了，够了。就是扔一个东西进去，看它沸不沸腾。你也可以用手试，数五秒。啊，这个清油如果超过高温，它会自己着的。我刚才数了两秒，完了，重来了。二、三、四。好，然后呢，就把这个油倒进去。吃牛肉片，结束。